创意理财，尽在运通。锁定主流，倍数翻哈！股票要怎么样赚大钱？一定要懂得锁定重压、重压、重压主流哦。股票不是乱射飞镖、乱枪打鸟哦，买个十档、二十档、三十档，那最后通通是套牢。看准主流很简单，重压啊！就像我们去年20多块带领全国同学啊，资金集中重压就是一档系统。当时跟你讲 AI 真正标准的低价标股啊。去年系统20多块，全国同学见证哦，我们资金全力重压，啊，你有200多万你就重压100张，你有400多万你就重压200张，不要乱枪打鸟、乱射飞镖，股票买10档、20档、30档，最后搞得满手套牢，啊，看准主流重压，所以去年我们带领大家重压唯一的一档系统，结果从20多块一口气喷到70多块嘛。大涨3倍，所以当时200多万买100张，结果200多万可以变700多万嘛？400多万买200张，400多万可以变1000多万嘛？同学，这才是真正赚大钱的方法，锁定主流啊，资金集中重压。好，很简单啊，现在也不是叫你去追系统，大涨三倍了，所有错过系统大涨三倍的同学。哦，很简单，现在机会再度出现嘛，系统第二，啊，今年 AI 带动整个未来网通高速网络的需求，那未来的高速网络建构在 WiFi 7嘛，啊，所以未来 WiFi 7是现在 WiFi 6的啊数十倍啊，啊，所以未来 AI 带动整个高速网络，那高速网络更引爆了 WiFi 7的需求，所以未来的智慧型手机 WiFi 7是必备的标准配备嘛，啊，所以近来 AI 带动整个 WiFi 7的商机，所以这档系统二号，过去股价从600多块重挫到100多块啊，啊，经过2年的整个大底的底部的一个整理的结构，啊。那今年在 WiFi 7带动之下，啊，今年的营收爆发成长50%，啊，那这档股票不啰嗦，它就是台湾 WiFi 7的龙头大厂，啊，所以你要掌握今年 AI 带动高速网络，尤其 WiFi 7的商机，你就锁定这档就对了嘛，啊，股价跌到100多块，经过2年的大底完成哦，今天股价。强喷第一支涨停，而且正式的站上二字头啊！像这样的股价，将来不要多啊！你不要说回到6字头了，回到3字头，回到4字头，你就是倍数的获利啊！所以张老师现在是帮你锁定像去年系统这样有大涨2倍、3倍的行情啊！所以一定要重压啊，重压这种主流底部啊，才具有爆发倍数成长啊！所以错过去年系统大涨3倍的这一档 WiFi 7商机，系统第二，你一定要跟上啊！股价今天也才刚刚站稳2字头，才站稳2字头，将来会不会来3字头，甚至4字头啊？这都是极有机会的，极有机会的，这就是大波段倍数的获利，好不好？那系统第二啊，你一定要跟上啊，再来光学 AI 也带动整个光学的一个商机的需求，那这档就是 AI NB 光学商机啊，所以股价一样在100多块也是大底刚刚完成，系统三号啊，今天同样强喷第一支涨停啊 ！AI 光学的商机啊！再来，近期国际股市啊，最亮丽的表演是谁？苹果嘛？大家很清楚，苹果宣布进军未来整个 AI 的商机，所以股价未来会复制 NVIDIA
再创历史新高嘛，所以苹果宣布 AI 商机，那当然是苹果的标准供应链，就是这档股票三开头五结尾啊，过去股价高达400多块啊，重挫八成，在100多块，经过一年多的一个大底的整理完成哦。特别注意啊，这档股票就是标标准准的苹果最主要的供应链啊。那在苹果宣布进军 AI 商机啊，也带动苹果的股价创历史新高啊，继续复制 NVIDIA 一个啊股价创新高的一个过程。所以这档股票，投资朋友想赚大钱的啊，现在股价啊，台股指数来到22000点喽，那很多股票已经是高档震荡了，你不要去追啊。譬如说像航运股的，对不对？像长荣啊，这从，对吧？从去年啊100多块涨到300，对不对？200-300块了，这已经是高档的一个整理的结构，所以这样的股票你去碰它，你是赚不到钱的，甚至不小心你会被套牢。所以航运股啊，尽量啊少碰，但是像这样的股票，刚好跟航运股颠倒，对不对？它是重挫之后，苹果的啊概念股经过2年的大底完成，股价才酝酿发动嘛，所以想赚大钱的，你一定要把资金锁定在像这样大底完成结构的股票，好吧？所以这一档苹果 AI 商机。股价复制 NVIDIA 啊 AI 的一个奇迹，对不对？股价目前100多块，苹果最标准的供应链啊，还没赚到钱的投资朋友，想赚大钱的投资朋友，这档股票你一定要赶快跟上脚步，好不好？苹果 AI 商机三开头五结尾，将来不要说回到四字头，回到二字头、三字头，你又是一个倍数获利的一个行情嘛，所以务必要跟上脚步，好不好？所以今天啊，趁周末假期，苹果 AI 商机三开头五结尾啊，这档重要的关键报告，一定要拨电话进来，今天免费送给全国同学，拨电话进来索取，好不好？苹果 AI 商机也好，甚至系统第二今天强攻涨停，以及系统三号 AI 光学商机啊，未来有大波段行情的股票，张老师已经啊帮你锁定好了，好不好？苹果 AI 商机也好，是不是啊 ？WiFi 商机系统第二，光学商机系统三号，今天务必趁周末拨电话进来索取，跟上脚步，这都是未来有大波段获利空间啊，有倍数行情的这样的一个标股啊，一定要拨电话进来索取重要的关键报告。好，那再来啊，股市现在来到22000点了嘛，对不对？那我问你啊，要如何掌握倍数的获利？是不是？像2个礼拜前，台股指数先重挫八百点，然后呢，再反弹。今天创新高，是不是？所以5月28号指数在22000附近，今天在22500点嘛。那这个地方你买错股票，你是赚不到钱的嘛。像你去追航运股，你是赚不到钱的，对不对？80块，现在60-70块，你是赚不到钱的啊，对不对？那像很多，对不对？像这个 AI 散热器的，你看看双红，从900多摔到700。所以大盘指数虽然创新高，你买错啊，主流是会套牢的。所以股市目前如何帮自己创造倍数的获利，对不对？很简单，指数只要掌握千点的波动哦。那我请问你啊，从5月28号22000附近，今天22500点，那你会讲啊，哎，张老师，现在也只不过涨了500点呢。也没有1000点呢，因为指数1000点才是1倍的获利，没错。所以指数你要利用它的波动性，
现在来到22000多点，这里会有很剧烈的波动，对不对？所以掌握波动，千点波动啊、哦。那5月28号到今天，如何如何创造千点倍数获利？来，全国同学亲眼见证啊、哦！我们 AI 城市5月28号到今天，短冲3趟，送你1000点以上的行情嘛？怎么操作的？很简单嘛。5月28当时大涨22000点附近，大涨先请你把握怎样向下放空，结果空下来是不是将近800点？反弹是不是再空？这里又200点的行情，然后翻多上去又强弹600点。昨天高点短空再送你200多点，对不对？这样啊，700多点，对不对？反弹翻多600多点，这样2趟你就1000点的行情嘛，啊！所以现阶段指数操作千万不要死多头死空头，对吧？你死多头，2个礼拜前先杀700-800点，你已经追缴断头了4次啊，200多点期货公司就追缴断头一次，是吧？所以现在你不需要死多头死空头，根据 AI 程式转空就放空，对不对？大跌700-800点，空单回补，翻多上来，逢高再空操作啊、哦！所以3趟1600点，来怎么操作的？相信 AI 程式，不要猜不要赌嘛，对不对？你看5月28号，5月28号当时大涨，当时大涨怎么操作？对不对？5月28号当时大涨，来很简单 ，AI 程式全国同学转空嘛。5月28号 AI 程式转空，转空，转空，是不是啊？所以5月28号21950、9702万2附近，请你把握，把握，把握。把握先向下放空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来跟你看多看空，我们是实际带你操作，实际操作把握获利嘛。所以当时5月28号先全力，不仅看空，要把握放空，结果一空下来，全国同学多少点？快要800点了嘛，是不是？一口就10几万呢，你5口就快80万呢，这才是赚钱嘛。你当时死多头一杀下来800点，你100万剩20万呢，你已经追缴断头了3、4次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所以不要死多头死空头。5月28号先把握向下放空，送你700多点的行情，但跌下来空单要怎样把握获利回补？有没有？我们6月5号空单趁大跌700多点，把握获利回补，把握获利回补，准备翻多嘛，是不是、啊？好，那6月6号。再度强弹大涨，6月6号开高强弹哦，对不对？那6月6号 AI 程式高空嘛，大涨之后逢高短空啊，对不对？高空6月6号有没有21930、980空啊？甚至6月11号930、980附近再空，再空，再空，结果一杀又是快要200点的行情嘛，对不对？哎，这200点一口也是快4万呢。带你空了4笔，就送你16万呢，对不对？200点4笔就是800点呢，好不好？那一样跌下来，空单要把握回补啊，因为这个盘会来回震荡取高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一样，6月11号大跌了啊，21800附近赶快回补，赶快回补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要回补呢？来，6月12号，全国同学，6月12号亲眼见证 AI 程式。21823，这里翻多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空单赶快回补，甚至软体跟着翻多向上操作。所以我们6月12号一早 AI 程式软体讯息 ，AI 程式21823翻多翻多翻多，所以空单回补翻多向上翻多。结果呢，昨天一开盘强攻600点嘛。再送你600点嘛，你看看这里空下来快800点，短空200点，这就快1000点了，翻多上来又600点，这不是1000多点的行情吗？所以现阶段指数掌握波动有多有空，有多有空，对不对？好，最精彩的昨天一早强弹大涨600点，昨天怎么赚钱？昨天怎么赚钱？来，很简单，昨天6月13号 AI 程式22460空，哎呀，你说张老师创新高要放空吗？哎，放空不是为了看多看空，放空是为了帮你赚钱啊，对不对？6月13号，昨天一早9点多，是不是告诉你22460赶快放空 ？AI 程式转空，不要怀疑，
跟紧脚步，不要猜，不要赌。昨天22460空带着你向下放空，结果全国亲爱同学送你250点啊，杀到22200点呢，一口送你5万呢。所以昨天早盘的新同学空下来一口5万，你比人家一个月的薪水还多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昨天一口5万，5口又20几万，一样昨天趁大跌200多点获利当冲回补啊、哦、当冲回补来，那是不是昨天短空200多点，6月12号翻多送你600点，5月28号全力放空送你700多点，光这三趟200多、600、700多，光 AI 这两个礼拜短冲三趟，全国亲爱同学送你1600点啊，对不对？所以5月28号 AI 城市是不是轻轻松松的带你掌握千点以上的波动，一倍以上的行情嘛？所以现阶段你不需要死多头死空头，高空低补翻多，高空低补，对不对？今天再度上攻，那操作赚大钱的机会又来了哦，好不好？指数怎么操作啊？指数怎么操作？不要猜，不要赌啊，不要预设立场，好不好？欢迎全国同学把 AI 操盘工具，把 AI 操盘工具带回去，跟上脚步。解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，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迟到了，看见行人行进路口，准备穿越道路时，汽机车应暂停，让行人先行通过哦。哦，很慢呢。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，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，让行人先行通过哦。另外，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，不管同向转弯或直行交叉，遇行人过马路，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。汽机车行经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，未暂停让行人先过，最高可处6000元以下罚款。停让一小步，交安一大步。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。好，锁定主流倍数翻啊！股票赚钱不啰嗦，一定要懂得锁定重压主流。所以我们去年20多块带领全国同学资金集中重压，就是一档系统 AI 低价标准的啊、哦、标股，对不对？董事长换人嘛，获利创新高嘛，所以当时20多块有200多万，你就重压买100张，有400多万你就重压买200张，就这么简单。结果20多一口气喷到7字头，你是不是200万变700多万呢？就大涨3倍嘛，你这样才是赚大钱嘛，好吧？好，不啰嗦，所有错过去年系统大涨3倍的，啊，那未来能够复制系统啊倍数行情的这一档系统第二，一定要把握布局跟上，啊，今年 AI 带动未来整个高速网络，尤其 WiFi 7的商机，所以未来的智慧手机必备标准配备 WiFi 7。
所以 WiFi 7的整个商机爆发，也带动它的今年营收最少最少最少爆发成长50%。啊，这档股票过去从600多块重挫大跌哦，哦，这几年来在100多块，经过啊2年的一个底部整理哦，要特别注意，好不好？今年在 AI WiFi 整个商机带动之下，营收爆发50%，啊，那这档股票从100多，今天强势喷出，送你第一只涨停啊。股价也才刚刚突破2字头，突破2字头啊！将来只要回到3字头、4字头，你又是一个大波段倍数行情的机会，一定要把握，好不好？这都是标准的底部结构的股票，啊，像近期啊，很多飞到天上的股票，就拜托你不要乱碰，对不对？像近期我知道啊，台股很多人，对不对？啊，在跟你推荐航运股。那像航运股的话，它不是不好，像阳明从底部大涨一倍了，这种高档结构的股票很容易套牢，你要小心，你要小心，好吧？像万海一样嘛，从40块涨到100多，大涨2倍了，这都是高档震动的股票，高档震荡的股票，将来还要有大波段的行情不容易，甚至不小心还会套牢啊、哦！所以像长荣是不是、啊、从过去一样嘛？从100也是大涨了2-3倍之后，那这2个月你发现进场的人，你就会被套牢啊！所以这种高档震荡结构股票尽量要避开，尽量要避开。但是像这种系统第二这种底部整理结构完成的股票，这未来就是酝酿往上大涨啊！你要好好把握系统第二，是不是、啊？那今天股价也不啰嗦。啊、哦！强攻第一只涨停，站上2字头啊、哦！好好把握系统第二，好不好？系统第二啊、哦！今天重要的关键报告啊、哦！欢迎待会务必来电索取。那除了系统第二之外，当然 AI 也带动未来整个光学的商机，系统三号啊、哦！那这档股票就是标准的 AI。NB 的主要供应链啊，尤其 NB 的光学商机，未来在 AI 带动之下啊，股价也是经过近期大底整理结构完成，大底整理结构完成哦，对不对？股价从300多块摔下来啊，在100多块经过一个底部震荡整理的结构啊，那今天也是一样啊，毫不啰嗦。强喷第一只涨停，站上2字头，系统三号啊，好好把握跟上系统三号啊。再来最重要的啊，最要近期的国际股市最重要的啊，这个 miracle 啊，对不对？记了，辉达股价啊创新高大涨之后，那苹果近期股价再创历史新高啊、哦！前天一口气大涨了7%，创历史新高。为什么？因为苹果正式宣布要全力进军 AI 商机啊、哦！所以投资人啊、哦，法人预估苹果的股价将复制 NVIDIA 啊、哦、的一个架构创新高啊、哦！所以苹果宣布进军 AI 商机，最大的受惠者当然是苹果的供应链嘛。所以这一档3开头5结尾就是最标准的苹果供应链、苹果概念股，好吧？那过去股价从400多块重挫到100多块，也是经过长达2年的一个大底的结构哦，你要特别注意啊！像这样结构的股票，将来都很容易再复制啊，一个底部结构完成大涨的一个结构，是不是 啊？所以说像航运股，对不对？万海啊，过去就是在，对吧？过去一年来就是在40多块经过大底结构，然后股价一口气大涨2倍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买股票要买在这种地方，大底结构完成喷出，所以从40多块一口气大涨2倍，是不是、啊？
所以像这样的结构的股票就可以再度复制像航运股，是不是？那你错过万海大涨两倍的同学，对吧？你错过万海大涨两倍，错过阳明大涨两倍的，那这档股票就是标准的啊，再度的啊，复制航运股大涨的结构，对不对？错过航运股大涨两倍三倍的同学，这一档苹果商机概念股，三开头五结尾，股价才100多块，值得你好好好好好好把握，好不好？想把握大波段倍数获利的这一档 AI 苹果商机，三开头五结尾，今天立刻拨电话进来索取重要关键报告。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动不动都在竞争，动不动就爱水蛮牛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